LOF Bobby。 由于生活太枯燥，为了让大家充分利用好业余课余时间，本良心公众号决定新增一档一分钟的资讯阅读栏目，让你掌握最近的潮流资讯。特此说明，本栏目由新闻特派员滕和亮播报。漫威之父 Stan Lee 逝世，享年95岁，曾创造出蜘蛛侠、钢铁侠、绿巨人和 X 战警等超级英雄，被誉为漫威之父的斯坦李 Stan Lee 于当地时间2018年11月12日去世，享年95岁。喜欢美国漫画的同学肯定对这位英雄背后的英雄不陌生，你甚至可能在超级英雄电影中看过他的客串演出。 Kanye West 再次推迟新专辑 Yanti 发布日期。 Kanye West 的新专辑 Yanti 发布时间一再更改，北京时间11月13日，他又通过Twitter 表示自己意识到新专辑还没准备好，完成之后就会立刻告知大家正式发布的日期。对于这张屡次跳票的新专辑，你会不会更期待呢？ Fear of God x Nike 首个联名系列正式发布，此前已经由多位 NBA 球星上脚演绎，相信各位鞋迷在看谍照时已经饥渴难耐了。今日 Nike 官方正式确认 Nike Air Fear of God 1下月正式发布，和上脚凸的鞋舌相符，此番联名鞋履的确围绕篮球主题开展。 Air Force 1由主理人 Jerry Lorenzo 与 Nike Basketball 高级鞋履设计总监 Leo Chan 联手设计，将 FOG 中常用的军靴元素进行改造，在外形设计上则与 Nike Mag 十分相像。性能方面， Air FOG 1中底只有双层 Zoom Air 气垫，一部分气垫还是外置透明设计，额外引人注目。服装方面， Fear of God 与 Nike 这次带来了长短袖 T Shirt、篮球背心等扇品，搭配风格就像由 Jerry Lorenzo 的风格展开，扇品多处理 FG、Nike 和 NBA logo 简约点缀。 Fear of God x Nike 联名系列将于12月15日日开始将在 Nike 发售，记得调好闹钟了。用曝光 Ambush x Nike 重磅联名计划，与话题性设计师或品牌展开联名合作，已经是 Nike 熟悉的带货手法，继 Fear of God 等备受关注的合作案，此番日本时尚设计师 Dia Palm 新任主导设计师， Yun Arm 主理的时尚品牌 Ambush 即将跟Nike 开展联名合作。从 Yun 在社交媒体曝光的谍照来看，系列合作单品包括结合双方 logo 的 T shirts 和运动裤，运动裤上的 logo 更采用 3M 设计。除了两款基础扇品， Yun 还曝光了一件青绿色皮草夹克，据悉这件夹克可双面穿，而背后则装饰着硕大的黑色 Swoosh。 此番联名因为女性善品，目前双方联名还没确切透露发布日期，所以各位男士准备为女票好剁手了吗？ Adidas Originals by Alexander Wang 联名系列 Season 4正式发布，无怪不成 lookbook。 在此番 Adidas Originals by Alexander Wang 联名中充分体现这个行路理念，而本次 lookbook 更是请到摄影师 Brianna K. Plotty 直径超模 Anna Ewers 演绎，延续双方联名的标志性 logo，
倒转三叶草。新系列划分为 Photocopy、Disjoin 和 AW Essentials 三个部分，其中 Photocopy 将 WAM 的签名式风格与 Adidas 经典足球衫结合， Disjoin 把极富质感的天鹅绒运动面料和尼龙与 Adidas 的 logo 和标识柔合于一体，而 AW Essentials 则以基本款为基础，采用混合材质并借鉴了复古的运动剪裁。除此之外，这一季的鞋履依旧值得注目。 WAM 再一次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将 Adidas 经典重新诠释，带来 AW Turnout Trainer、 AW BBALLNOAW Skate Super、 AW Puff Trainer 及 AW Footer Shell 共五款新作。这次如此用力的 Lookbook 有让你动心了吗？本日话题，来聊聊你最喜爱的英雄。以上就是本日潮文乱播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图片来源网络 by 商业合作转载 web www.1626.com google @1626潮流刊